最近美国 SEVP 公布了最新统计的上一学年美国留学生报告，数据显示2019学年共有152万持有 F1 和 M1 签证的留学生在美国学习，以及53万多持 J1 签证的交流访问学者。留学生人数排前三的国家分别是中国、印度和韩国，其中47.4万多人来自中国，占总留学生人数的1/3。留学生最多的州是加利福尼亚州，占比19.3%，近30万，其次为纽约州、马萨诸塞州、德州和佛罗里达州。尽管中国学生仅仅占美国学生总入学人数的1.24%，但今年来自大西洋的一篇文章称，他们为美国的经济贡献了220亿美元。资金紧张的大学正在积极地从国外招收学生。自2008年以来，各州的中国新生人数几乎增加了2倍，收入增加似乎是招收中国学生的关键因素，有时导致大学选择利润而不是学术诚信。根据2010年的一份报告，向中国申请美国大学的所有推荐信中，有90%是伪造的，而且有70%的申请论文不是由学生本人撰写，而50%的成绩单是伪造的。全国大学招生咨询协会 NACAC 将欺诈行为描述为许多招生人员的重大关注，但美国大学似乎无法摆脱对中国大学生的迷恋。虽然美国大学教育本身已经花了大笔钱，但中国的留学中介向父母收取高昂的费用，以使子女进入外国大学。一位中西部大学的学生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，他的父母付给三名顾问4500美元，以填写申请表，还有包括写他的个人论文，甚至撰写老师推荐信。2014年，中国的大学咨询和考试准备的市场规模接近5.5亿美元，父母要支付超过3万美元才能使自己的孩子进入美国一流的大学。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分享中国留学生最多的10个大学。如果您对我们分享的内容感兴趣，请订阅我们的频道并按下旁边的小铃铛。如果您是第一次观看我们的节目，这个频道主要是给大家分享一些世界各地的奇闻趣事、美国的人文风俗、教育，还有一些生活百科等方面的内容。排名第10的是纽约大学，有2365名中国学生，占国际学生总数的26%。2014年，纽约大学有11677名国际学生，已经成为国际学生最受欢迎的学校。纽约大学成立于1831年，是在所有大学中获得奥斯卡奖最多的学校，本科生总人数24985人，州外的学费是46170美元。纽约大学著名的校友包括 Lady Gaga、Spike Lee、Woody Allen。纽约大学总体录取率是35.5%。第9名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，中国学生有1982名，占国际学生总数的33%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有72%的国际本科生来自东亚和太平洋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成立于1869年，这所大学每年在美国大学中获得最多的博士学位，本科生总人数是27126人，州外的学费是38140。著名的校友包括格雷嘎里·派克、史蒂夫·沃兹尼亚克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整体录取率是18%。第8名，哥伦比亚大学，有2849名中国留学生，占国际学生人数的34%。哥伦比亚大学成立于1754年，由英国皇家乔治二世，最初由皇家特许成立为国王学院，本科生总人数是6170，
州外的学费是51,008美元。著名的校友包括沃伦·巴菲特、马友友以及奥巴马。总体的录取率是7.4%。第七名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，共有6438名国际生。这个大学没有披露留学生具体的国家和地区的情况。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成立于1882年，是全国4年制申请最多的大学。在2014年秋季的时候，申请量超过了100,005，本科生总人数是29,633名，州外的学费是35,631。著名的校友包括詹姆斯·迪恩、加巴尔、杰克·布莱克、乔治·塔克、弗朗西斯·福特、科波拉和吉姆·霍利森，总录取率达到22%。第六名，南加州大学，有中国学生4132名，占国际生总人数的43%。南加州大学成立于1880年，拥有美国历史最悠久、规模最大的电影学校，拥有所有大学中最多的奥运奖牌获得者。本科生总人数是18,740，州外的学费是50,210美元。著名的校友包括乔治·卢卡斯、路易斯·赞佩里尼、汤姆·塞雷克。第五名，密歇根大学安阿伯分校，共有中国学生2619名，占国际学生总数的44%。密歇根大学安阿伯分校成立于1817年，本科生总人数有28,395人，州外的学费是43,377美元。著名的校友包括杰拉尔德·福特、拉里·佩奇、亚瑟·米勒、詹姆斯·厄尔群斯、麦当娜、伊基·波普。密歇根大学安阿伯分校的整体录取率是33.3%。排名第四的是普渡大学，有4617名中国学生，占国际学生总数的51%。普渡大学成立于1869年，是第一所提供4年制航空学士学位的学校，本科生总人数29,255人，州外的学费是28,804美元。著名的校友包括尼尔·阿姆斯特朗、奥尔维尔·雷登巴赫尔、赫尔曼·凯恩、德鲁·布鲁斯和乔治·佩帕德。普渡大学总体录取率是60.4%。第三名，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，有中国学生5295名，占国际生总人数的51%。成立于1867年，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是公共常春藤联盟学校之一，州外学费是30,786美元。著名的校友包括休·海夫纳、吉恩·哈克曼和罗杰·艾伯特，总体的录取率是64.3%。第二名，俄亥俄州立大学，有3606名中国学生，占国际学生人数的60%。俄亥俄州立大学成立于1870年，是拥有美国最大的校园之一，本科生总人数44741人，州外的学费是26,537美元。著名的校友包括乔治·斯坦布隆纳、Bob Knight、杰西·欧文斯。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总体录取率是55.5%。第一名，密歇根州立大学，有4733名中国学生，占国际学生总人数的62%。成立于1855年，密歇根州立大学也是常春藤大学之一，本科生总人数38786人，州外的学费是36360美元。著名的校友包括詹姆斯·凯恩、魔术师约翰逊、理查德·福特、汤姆·斯科斯摩尔以及迪克·马丁，总体的录取率是68.63%。以上就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中国留学生最多的10所大学。如果您觉得还有哪些大学的中国学生比较多，请留言告诉我们。
如果这个内容对您有帮助，请订阅这个频道并转发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